说话慢慢的，就是属于那种呆萌型的。我呆萌吗？我觉得呆萌啊，就是这样，平时就这样，没有家人。道友们，2023第一捏给了哪个点？评论区艾特出来你那个还没有捏脚的朋友，告诉他2023始于足下。好，欢迎光临。先生您好，您今天做什么项目？我是团购的一个128的热食。那您稍等一下，我去帮您打水。行，好的。这样弄的感觉脚热热的。现在趴过来可以给您配备了，这个热食给咱配。哦，这东西还挺热乎啊！哦，这个是用开水烫过的，主要的推背部的经络、肩颈位置，推完特别舒服。